你哪人啊？深圳人。今日来到奔跑吧，奔跑吧，兄弟，兄弟，啊，好开心，见到你好开心啊，要加上一点英文。哎呦 ，Nice to meet you。OK OK。見到你，見到 you 好開心，見到 you 好 happy， 好 happy。哦，那做人呢，最主要就是開心。要不要小碗面給你吃呀？哎呀，你最想撕誰的？陳哥，想撕李淳啊？我建議你不要，換一個是嗎？換一個。孩子挺好的，怎麼樣？老大幾歲呢？快五歲了，女兒1岁半。哎呀，那俩现在太能吃了，都一个比一个壮，你知道吗？我那儿子一让他老了，揣上一个胖子，是头贼大，老了就感觉是你要不吃的话，就他就简直就对，他就是小孩长身体得吃，是吧？你现在那个老二还小，那俩再大点都能互动了，给你就缠着你，你就更那啥了。对，连出去跑步时间都没有了。因为他有诉求啊，他一会儿让你陪他干这，一会儿陪他干那。你这一儿一女还行，家里不闹腾，那俩在家一会儿打，打是吧？打，一会儿他弟又哭了，他哥要咋揍他了？你现在你手机不拿在手上，你都会有一种强迫症的感觉，你老得把手机拿在手上。我觉得这是新时代的餐桌礼仪，就是他不看手机，我觉得这人特有礼貌。好几年前，我同学，然后给我介绍女朋友，当时后来那是没成啊，后来没成。但是人家那个姑娘当时就现在你说长什么模样，怎么其他我都不记得。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她从始至终不看手机，一下我对她印象特别好。给你们讲个笑话吧，皇上的衣服湿了，但是为什么他不需要别人帮他擦？皇上还是国王？为什么不要什么？皇上的衣服湿了，他为什么不需要别人帮他擦？是黄圣依的意思？不是，皇上的衣服湿了，为什么他不需要别人擦？赢了加分哦。我们有手机的可以查一查吗？作弊啊！不会呀。太难了。洗多网掐了。猜不出来。猜不出来，那我公布答案。不要不要不要。可以，太厉害了，可以可以，好笑的，可以蛮好的，这个蛮好的。